哎，上山看采野菜真过瘾呐！一看一大揽的，哎，就是往下薅驴。涛哥，你瞎逛啥？快点蹲下采。我在瞅绿色的。别，我喜欢绿。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啊！看看这一踩一把啊。我们这嘎达啊，这猴腿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你看那个早市市场都是卖猴腿的。这猴腿你看这堆就贼敦实啊，长得粗胖粗胖的，哎，这堆就好。你看吃野菜你们愿意吃粗胖的了，哎，选美女你们就选瘦溜的了，这是不是不合理啊？这猴腿有红有绿啊，这颜色还好看。哎，这又来一堆，你说采三堆是不是一把，这一把如果配点肉丝啥的是不是就够一盘菜了？你这东北还花什么钱买菜了？咱想吃菜的时候上山，哎，裸一把回家了，一盘菜就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又催上了啊！行了，咱抓紧干活吧。咱嘴说着，咱不耽误干活，不耽误采野菜啊！哎呦啊，这家伙又一把又一盘菜，你说的气人不？快干！完了，这片山不止我俩了，别白活了。看看啊，那嘎有两个人，离我们有点远。这肯定是上山采东西的、啊、大哥采野菜的呀、啊。啊、哦、人家是基建的再加上采野菜，不像我们是单纯为了采野菜呀。采着采着猴腿儿，哎，干出根蕨菜来。看看同样都是绿色的，同样都是蕨类植物，没有毛的是蕨菜，有毛的是猴腿啊，都能吃都留着。看看这个地方，蝎骨草，这也是药材啊。到秋天的时候，有那个乘车乘车收这玩意儿的。这地方都成片成片的，看这，这家伙都没老，一捆子就一撅就行。红的绿的都有啊，你就直接贴根往下撅，都是好的。哎呀，这家伙必须得学习一下托尼老师，直接剃个光头给他。这家伙太密实了，这也，而且大小刚刚好啊，给他就都给他剪下来。哎呀，这堆猴腿你刚出来有点小，再给他点机会再长着也行，但是我们下次就不来这块了，是不是啊？就给他血光了，看看多好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又一大把，你瞅瞅这全是。行了，别巴巴了，抓紧干吧。这一筐也装的差不多了，咱也可以收工往家走，背起来往回走。看没看着这天儿刚刚好啊，不光是能采个山，采山是采收获是一部分，愉悦一下心情，放松一下，好事啊。每到山野菜的季节啊，都要吃几顿山野菜馅的大包子啊。今天开始和面，就是我们这早餐店呢都在卖野菜馅的大包子。咱开始，现在和面简单，加点酵母就可以。咱给它搅拌一下啊，咱们用这个面粉是全麦面粉，一箩到底的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啊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啊。咱们全麦面的缺点是啥？颜色比较黑，但是优点是麦香味浓郁。哎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开始醒面。咱开始，咱用野菜包点包子啊、哦！这家伙得整点肉。哎，这肉馅咱先和啊，老三样。这猴腿馅啊，咱再给它攥一下水分，哎，跟肉就和一起。哎，你看一和吧，这一个馅儿就出来了。这天都冷啊，它这面也照样发，看看啊。给它揉一揉，排排气。包包子比较省事儿啊。哎，这糊面。开始擀饼。哎，这山野菜大包子啊，在各大饭店呢，还有小吃部啥的都开始有啊。这个是季节的东西，薄皮大馅儿大包子啊，十八个褶。
天总人能有烦恼，你好像也没有失望。哎，最后一个，这家伙往死了打线儿啊，看看啊，谁吃这个谁有口福啊，满满一大下子。哎呀妈，这得使劲往下抻，只要你敢放馅儿，哎，皮儿是不会破的。咱这也是中筋面粉，咋整都行。好，盖个锅盖，醒十五分钟，锅热放盐子，自动锅开放。盖上锅盖，开蒸。来了，大包子。哎呀，这咋还开口呢，挨一起了呢。哎呀，看看啊，这就大火烧着带点小嘎巴，就这包子贼带劲儿。捡出来。哎，这面黑不牙碜啊，外香味十足。只有这大锅才能蒸出带嘎巴的包子来。蒸包子出嘎巴。哎，看看像不像样。看看就这带嘎巴的包子，我必须先来一口。我天哪，焦黄焦黄的啊。哎，先掰开看看。哎呦啊，这馅儿，来个，哦，嗯，这山海菜味道真浓。馒头啊，包子啊，都得在锅边上吃热乎的，和味道不一样。看这嘎巴，嗯，有没有点像水煎包的感觉啊？好吃。